这一切都从今年夏至问世的台中日和这张概念 EP 开始。相较之前的小闹剧选集的朴实感，这次是我初次正式发行的电气化作品，但是在台中日和的电气质感之下，其实是我个人浓厚的乡愁。2011年，我跟台中原班人猫一起移居到台北，今年来到了第三个夏天，我们还是只吹电风扇。像这种轻便入手的小家电啊，烤箱、果汁机这些，对于我们身处异乡的外出人来说，其实是维系某种家居生活质感的好伙伴。今年夏天精选五样小家电，拜访这个岛上的五个城市，当地 local 的神秘男生与我一起不插电野餐，告诉大家台中日和的大小事，以及关于我的民谣魂尝试靠近电器的这回事。冰箱太重了，就好好看家吧。